吃着它咬不动。再切点土豆，切点土豆给它弄上。有没有点点我放我垃圾桶？想吃土豆？垃圾桶给你吃。这里面这是咋了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你咬到我那里。屁！闹。蚊子不要瞎说，嗯，不要瞎说。蚊子咬的还是怎么咬的？蚊子。嗯，对。下面咬。嗯，蜜蜂。蜜蜂咬的。要吃土豆，留点土豆，切点片放一煮就熟了。对。自己弄，我那里没吃饭。嗯。你刚吃完了，给它切点去。端一点，老高给小高兴再留点土豆。伺候小高兴吃。多给他削点一个那哪儿够啊？高兴，高福给你做土豆呢。干嘛？你打我，去医院，去医院，我疼。嗯，怎么样？才三岁走路就喘了，上楼梯。嗯。又光了脚，刷锅，翻锅，爸爸给你做土豆呢。又玩水去了，哎，高兴，不许玩水，不可以，你看都湿了，去找去换衣服再去。你看你衣服全湿了，妈妈，去下去找妈妈换衣服。妈妈，妈妈在下面。妈妈在下面呢，去妈妈换衣服去。怎么说了你还委屈了？妈妈，快去换衣服。妈妈，去换衣服。妈妈，你看看你。妈妈，去下面换衣服去，听话。去找妈妈，妈妈在下面。妈妈，犯错了就应该挨说。你在这叫妈妈听不到。妈妈，在这叫妈妈听不到，去下面叫。妈妈，高福也在下面。妈妈，快点的，听话。妈妈，雨还是没停。超过48小时了，这雨下的已经，早晨吃点啥呢？咖啡、面包，简易的早餐，大米粥吃的有点腻了，吃点洋玩意儿，果酱就是这面包。哎，太干了，下了2天雨了，太阳都没热水，只能这样了，洗脸。哼，没事闲的，紫外线消消毒，杀杀菌。最近太潮了。中午，这是啥呀？吃饭。这个行，嗯，海鲜汤，嗯，这个今天放的少，那个虾米放的多了不行，天气太重，下了2天雨了，冷，哦，嗯，戴帽子，嗯，你的手好脏啊，你的手好脏，嗯，嗯，他吃了吗？你冷吗？戴个帽子。冷。嗯。你下了3天雨了，连着没停。嗯。不能给你摘，冷。耶。啥了这是？那边天终于放晴了。出去买几个面包吃。面包都吃没了。
我买袋面包，大家都吃。滑滑滑，你拉他下去干嘛？嗯，小心潮啊，下了三天雨了，那还得拖地，开风扇吹一下，干得快一点，不拖也不行。里面拖完了，阳台也必须得拖一下，里外里都干净。主要是我用洗衣粉拖地，防虫子，好多虫子不喜欢洗衣粉的味道，所以说阳台这么多花花草草，也很少有那个爬的那个虫子，很少有。这个天又阴了，哎呀，明天赶紧的，别下雨了，晴一下吧。三天没洗衣服了，没晒被子，这可咋好啊？潮的不行不行的了，这北方人真的是受不了这种潮湿的天气。我们那一夏天下不了几场雨，好，这一下雨下好几天，要命！干啥？干啥？坐。臭狗，饼干。哎，这爱吃饼干。我刚才喂它了。我刚才给它吃的了。嗯，你再给他点儿，已经少给一点。啊啥？高福呢？嗯，没在我那儿。高福又玩水，你忘了？去站的。啊。妈。昨天因为他玩的水，我说他了就哭了，身上全湿了，又光了脚，凉不凉？鸡骨头，鸡骨头，来，在这儿吃。